我们临沂县挑战没有入选，挑战没有受益，从来就没有入选。那个时候的召集人是吴明吉教授，后来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么偏乡怎么有人做这种事情还做得那么好？因为我们的资料就是这样一整排的，他说他看了很多社区没有看到人家资料那么齐全，哪有五位教授，每位教授一翻的话就说这个是不是假的，一直怀疑的，空气收在那么多人下面，结果画空气呢照片，那个时候没有录，我们也不懂得录照片，照片100份，让他们吓到。所以那一年我们临县社区行政分司最高峰在临沂县产生，就是这么讲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就有入社照，包括几位当年大概是在搞这个一直原来打工，我买卖给他们的，中正光某人拢不了解，我就拜托你讲哦，是不是让人家介绍？介绍为了郭老师啊，或郭老师啊，我一阵哦敲诈一下，去中正，去那个吴云如老师的也告也办公，我讲哦，我在哪里？放在我们家，我那个小水器不贵。这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放到我们家里呢？他不晓得我家里就是放在这里的。你看完，资料档案都在这边的，你一定要来这边看。来看，我给你们留一笔款，我等到新的就是的，你准准的点你。但是呢，一下又下不完，不干。那第一年的评价，我是一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电脑放在家里，你在我家里头新的电脑也是四台，一款的未来刚刚做开始比较打动哦，你没有问题，你将来一定会做得很好。一阵的开始一部嘛，第二年呈现的话就是优点，一阵开始到他，所以今天来的话，我们已经做了14年了。做了14年，大概可以向各位介绍的哈、这些不是很成熟，但是我们做的很久。这是那些的吹车厂热的那些哦，启用的那些，管钓嘛，钓嘛，鱼丸是贵的，我拢唔买。那些一面打架哦，我嘛袂接的。你看到就想，恁这老大人哪会拢遐老？咱咧看，阮老大人拢足少年的，没有，我们这里的老人呢，年龄偏高，这年龄偏高，导致现在有些问题，分成两派。讲到底，乐云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，还是55岁以下？也现在因为找不到学员，事实就是找不到学员。找不到学员，那是去过一年疫情，大家经济不好，而且。